前辈，请留步，在下想，八极拳不过如此嘛，<笑>还不让我学武功？你以为这样我就能放弃吗？ 你想干什么呀？请你教我武功。<笑>你这是在开玩笑吧？拜你的杀父仇人为师，你疯了吗？我没有疯。我知道我现在杀不了你，所以我要学你的武功，用你杀了我父亲的武功，杀掉你。 这个想法太有意思了，用我的武功杀我？<笑>马宁儿，你真觉得如果你学会了我的武功，就可以杀死我吗？那你到底教不教我？如果你不教我，就给我一个痛快。嗯，好。 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马宁儿，我很喜欢你呀。我可以教你武功，但是就看你愿不愿意为我做点什么了。好，只要你肯教我武功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。
你要按照我给你安排的吩咐去做，完成了一件事情，我就教你几招武功。到时候你愿意找我报仇，我随时都可以陪你玩玩。但是我知道，就算你再怎么练，也抽不过我呀！啊！那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？哎呀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改天再来的时候，我会给你安排工作的。去吧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凭我们现在的实力，很难攻进太极门。要是有个内应，那就方便多了。把宁儿这个时候主动送上门来，真是天助我也。记住了，替我看着点他，发现他有什么歪点子，就立即除掉他。是。还是不够快，到底怎么样才能成功做武昌尹啊？先把这几招学会了吧。就教我这几招而已？急什么？就这几招能演变成千变万化，参透了你的武功自然精进。那你什么时候才教我真正的绝招呢？我把绝招都教给了你，你还能为我办事吗？哎，你身边的人有没有怀疑到你呀？我一直很谨慎，没人知道咱们的关系。朱飘逸最近有没有什么举动啊？他一直在练武，连报仇的事都很少提了。他不想报仇了？谁知道？不过朱飘逸的武功倒是进步神速，真让人惊讶。怎么，他武功进步你害怕了？害怕倒是算不上，一些担心还是有的。担心？担心什么？担心他各方面都比你优越，锋芒盖过了你。对，我现在就是想找个机会让他从我身边永远消失。可是我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好，那我就让雪莲准备一下，然后通知你。